哇，细佬，做咩又扮踩过介高顿啊？你系咪想我帮助一啲等待领养嘅宠物啊？如果你哋都想同细佬一齐帮助一啲待领养嘅猫狗，就要支持今次嘅月饼慈善义卖，所有嘅收益都会拨捐爱领养动物中心，希望更多动物同人可以一齐团团圆圆啦！